自从前几天发现花盆里有虫子，最近就一盆一盆的在检查处理。这是从花友那儿拿来，有病，现在基本上算救过来的那一盆。整个养护方式我还没有变，还是原来的盆，原来的植料，它是用的特别大的树皮。因为也是发现了虫子，我也想给它换一换。我以为这些大树皮哗啦一倒应该出来，结果还挺紧的，居然倒不出来，所以最后还是不得不把这个大胖瓶子给剪了，本来我还想留着来着。它的这种养护方式可以叫做树皮水气法，但是养着养着根就长出去了，直接长到水里去了，也可以认为是树皮水培吧。其实叫什么也没有那么重要，这些树皮还真是很大，我还没有这么大块的树皮呢。很多树皮都粘在根上了，轻轻的一拨能下来的我就都拿下来了，最后还留了那么几块，觉得实在是不好拿了，就不拿了，免得伤根。绝大部分的根都很好，中间也有一点点不太好的根，这个剪掉就行。真的烂的不算太多，看这木块上有虫，木块也有点发霉，所以我不打算再用这些木块了，还是用原来的盆儿把这些根儿拢一拢再放回去。确切的说是原来那一整套盆的下面那一节，上面那一节不是被我剪破了吗？这还有两条原来飘在外面的气根，看起来有点折断了，我就把它塞到盆里去吧，在盆里比较能够保湿。在外面的话，到夏天如果我忘了喷水会干掉的。我打算给它用陶粒，我有好多的陶粒，正好给它用用。这个塑料盒不漏水，因为下头并没有孔，所以这就是无孔陶粒法。使用没有洞的容器和陶粒是可以养的，我以前有试过，但是它也多少存在一点问题，就是清洗杯子的时候比较麻烦。这个麻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清洗本身的麻烦，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会伤到根。您看我这是装满了水想要倒出来，就很麻烦，又担心陶粒会跑出来，拿手挡着。当然这个也不难解决，手指头不够用可以借助其他的东西，比方说一条毛巾。我找来一块抹布，把这个杯子口包起来，这样抓住了再倒就没事了，这样倒水就不用担心陶粒会跑出来了。不过时间长了下面总是会脏，需要把所有东西倒出来清洗容器。清洗容器这件事儿，不仅仅是做这件事儿可能会比较麻烦，关键是可能会伤到根，因为那些陶粒非常的粗糙，在这种倒来倒去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根，尤其是很嫩的根尖就弄伤了。所以用这种无洞的陶粒法就要尽量减少彻底清洗杯子的次数。在需要彻底清洗杯子的原因当中，长绿藻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因为长绿藻不彻底清洗很难清洗掉，所以像这种方式外面最好再套一个不透明的外套杯，刚好它之前这个杯子正合适，还是一套。陶粒是无机物，用陶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怎么容易生虫，因为盆里那些虫吧也不都是在吃兰花，它也会吃那些木头或者其他的一些菌啊之类的，
换成桃粒儿，对那些虫来说当然就不好吃了嘛，就不愿意在那儿了。土里这个文心兰就是我摔跤的那颗文心兰，现在基本上都开了，就是叶子有点乱七八糟的给摔的。其他的盆栽的也在一盆一盆的杀虫，主要就是泡水。看，有虫吧，一泡就出来了，然后再喷药。如果不泡水，它有些是躲在下面的，喷药也喷不到它，所以就先泡水，然后喷药。除了泡自来水，我还泡了高锰酸钾水，就是有些盆用的是高锰酸钾水，因为高锰酸钾水能够直接杀死一部分虫子，但是因为配的高锰酸钾溶液并不浓，所以也不能指望高锰酸钾水一下把虫全部杀死，但是肯定比自来水更加的让虫不舒服。不过泡过高锰酸钾水之后，我还是在盆的表面也喷了杀虫剂，双管齐下，应该除得更干净一些。看这水里已经飘着一些像是死掉的虫了，但是好像有没有看不见，有这儿有活着的，看，应该他觉得不太舒服吧。如果只是纯自来水的时候，感觉他们还悠哉悠哉的，这个高锰酸钾水好像他们显得比较激动一些哈。我没有试双氧水，原因是我的双氧水太少了，一个小瓶剩一个瓶底儿了，根本就不够。要这么用的话，高锰酸钾便宜多了，因为高锰酸钾是粉状的，每次冲水就用一丢丢，但双氧水是液体来的，很快就用没了。泡过的水里飘着不少啊。我还给这个小卡特兰也泡了，因为我发现它也有虫。它是用的自来水泡了泡，然后在盆的表面又喷了点酒精，没敢给它喷杀虫剂，我怕太强，因为它不是快要开花了嘛，所以没敢用，用了点酒精。酒精相对柔和一点吧。哎呦，这盆里的虫这叫一个多，而且还各式各样的，不是同一种虫子，不是都是蓟嘛，有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虫，甭管什么虫了，都杀吧。我还给它劈头盖脸这么浇了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怕有些虫一冲水它躲到上面来了。我也不打算给它用杀虫能力更强的杀虫剂，只是用点酒精，所以都冲一冲，希望水能帮助多驱走一些虫吧。到现在还没清理完呢，还有些盆儿没有泡到，不过我是分片儿，就是这一片儿的盆儿一次性都把它们处理完了，下次再处理另外一片儿。因为那些虫不是会飞会跳吗，免得处理完这盆搁回去，哎，他邻居没处理，回头邻居家的虫又过来串门来了，那就没头了。所以最好就是一片一片的处理，如果能一次性把所有的都处理完那就更好。杀虫驱虫除了我用的这些方法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，比方说有气味的一些植物，辣椒啊、蒜啊、洋葱啊，有些虫也是不喜欢的，搁上一些或者是弄成水儿撒上，那也能驱赶一下虫。上次我不是做了一些辣椒蒜水儿去喷蔬菜上的虫，是杀不死，但是喷过之后那个虫真的就跑了，跑到别的地儿去了，还是不太喜欢那个辣椒或者是蒜的味道。不过虫已经在那儿了，我还是觉得用冲水加杀虫剂的办法
更加的直截了当，所以就这么用了。反正花也不是蔬菜，也不需要吃嘛，用点药也问题不大吧。泡水的时候我还发现虫的分布也不均匀，有些盆里头特别多，有些盆里头好像没大有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